哎。哎。现在世界卫生大会就要召开的时候，我们台湾由政府在1996第一次来扩关，到现在是第10次要扩关。那在民间更是由我们一届联盟已经提早在做，一年一年大家辛苦的主办前期啊，争取我们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能够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基于政治的现实，我们始终还不能成功。今年我们的主代表团由吴理事长这样子一起，大家又要再一次的努力前去。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我们的声音带大？怎么样子能够让台湾能够加入成功？这是非常辛苦，但是我们政府民间全力，大家要做。而我们过去也看到，我们的努力渐渐得到国际给我们的声援重视，不但是我们的邦交国大家来支持我国，而且像美国、日本也都投票支持赞成。现在跟经济部我们正努力，不但是能把惠及普遍化的原则能够好好的运用，而且我们也能够有技术性增加很多的相关的会议跟组织。不过总是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正式的能够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能够真正的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这也是总统特别的宣誓，我们要在2年内加入的这个决心，我们要努力来做到的地方。现在代表团就要启程出发的这个时候，本章特别代表政府，代表全体国人来表示最大的期待跟鼓励，也希望此行一切顺利，能够有好的消息，能够一步一步来成功，也全体国人做我们整个团的后盾，我们全力来支持，希望大家尽最大的努力，得最好的消息。谢谢大家，今天也会在这里欢迎大家，谢谢。